看一下缺谁？张志远。张志远是吧？还有小哥，他今天上学。啊，行行行，那我接下来的消息的话，你们当中的谁传给他就可以了哈。好。然后接下来我要宣布一个消息，本来不想影响大家的胃口的，但是的话，为了激发你们潜在的动力的话，我觉得我这个时候宣布是对的哈。然后我们下次的月考当中哈，我们会淘汰一个成绩最差的一个人，无缘下下次的月考，明白我的意思了吗？明白吗？下次月考还是下次月考？就是下次月考啊。明白吗？就接下来的月考，我们会淘汰成绩最差的一个人，明白吗？好，来 give me five， 加油啊！记不到。好，加油，加油，加油！成都的两个的话，我会单独通知。然后陈志，张真源的话，你们当中的谁帮我通知一下就好了啊？你通知吧，你通知吧。本月月考规则。两队节目两两 PK， 由五名老师根据现场表现直接投票，票数高的节目本轮获胜，最终获胜节目最多组获得本月月考胜利，失败组则需进入禁闭室进行成员互投，选出一名队员淘汰，被选出队员将无缘六月关键期末考核，具体六月考核内容将在下月发表。为什么遇见的王子都不够王子啊，并不期盼他会有玻璃鞋和白马，我惊讶的是情话竟然会变成谎话，为什么幸福的青鸟要飞得那么高，为什么苹果和拥抱都可能是毒药，从没想过有了他还孤单的可怕，我突然想起从前陪我那个洋娃娃，我不想我不想不想长大，长大后世界就没童话，我不想我不想不想长大，我宁愿永远都笨又傻，我不想我不想不想长大，长大后我就会失去他，我深爱的他深爱我的他已经会不成他，我不想我不想还是石头剪刀布，好，三二一，输了没事，怎么了？我们是后还是先？后，那我们就后吧，好吧。我有我的样吧。这一次月考呢，我们选择了《我有我的样》这一首，算是90年代的，算是90年代一个回忆歌吧。回忆歌，我有什么好听的回忆歌？就是当时，飞轮海这个组合非常火嘛，然后我们就看到这个非常火，而且这首歌我们也觉得非常好听。所以我们就选了这首歌，然后呢，初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我觉得这首歌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非常青春有活力的一首歌，所以说我和张娟就想唱这首歌，就这么简单。我本来是想唱副歌的时候，反正我先扒了舞嘛，然后我本来先不想跳舞，然后后面又突然想跳舞，又去找他，他又不同意，然后后面就不跳舞。什么叫我不同意？明明是你自己取消的好吗？不是，先前我不是跟你商量好了不跳舞吗？你自己说的不跳舞的呀。后面我又突然想跳舞了。
什么不可，因为我是独一无二，对你独一无二。当春天染回了花的颜色，我的笑容你要记得。被你崇拜没有什么不可，没有谁比我更适合。哦哦耶耶，当夏天恢复了新的温热，证明我已回来了。因为年轻就是一本最好玩秘籍，开窍了你就会发现奇迹，就像四季在这一刻交汇在一起，体会四倍最样的美丽。耶耶，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说出我的花样，我有我的样，你也一样，我也随我荡漾，只看一眼就遗忘。每当我的力量遥控你的力量，说出我的花样，我有我的样，你也一样，是爱太像样，是不是就要不一样。被你狂念没有什么不可，因为你并没有选择，并没有选择。当秋天吹来了一阵羞涩，我的眼神你要记得。被你想念没有什么不可，没有谁比我更适合。哇哦耶耶，当冬天传来了白色连歌，提醒你我还在这。因为年轻就是一本最好玩秘籍，开窍了你就会发现奇迹，就像四季在这一刻交汇在一起，体会四倍最样的美丽。耶耶，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说出我的花样，我有我的样，是一本最好玩秘籍，开窍了你就会发现奇迹，就像四季在这一刻交汇在一起，体会四倍最样的美丽。耶，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说出我的花样，我有我的这次和陈志炫选的是 Because Love， 对，这首歌我们是两个人都是一起选择的，对，因为其实当时的话选出来，第一个他们一个男生声音很低，一个女生声音很高，所以我们找了一下声乐老师，给我们调子调的，就是很稳跳，但是还是能够，就是唱起来比较舒服很搭的那种，然后找了声乐老师，后来。他老师就说可以用吉他弹奏嘛，他就用吉他，然后学了很久，可能是学了很久，然后就把那个背下来，所以还是很不错的。听听那是我们的爱。
场忘了，我依然爱着你，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因为爱情简单的生长，依然随时可以为你疯狂，因为爱情怎么会有沧桑，所以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因为爱情在那个地方依然还有人在那里游荡，人来人往，再唱不出那样的歌曲，听到都会红着脸躲避，虽然会经常忘了，我依然爱着你，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因为爱情简单的生长，依然随时可以为你疯狂，因为爱情怎么会有沧桑，所以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因为爱情在那个地方依然还有人在那里游荡，人来人往，给你一张过去的 CD，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有时会突然忘了，我还在爱着你。这一轮丁程鑫组获得两票，黄宇航组获得三票，所以获胜的是黄宇航组。输了呀？怎么人家输了？这叫虽败犹荣，懂吧？这一次我们选的这首歌，怎么说呢？比较难驾驭，比较难唱。这是我们之前没有料到的。然后呢，因为张震岳无法就在主歌部分无法，就他声音线比较高，他低不下去，所以说我只能将就他，然后提高这首歌的调。然后呢，所以说副歌部分我就唱得非常吃力，还是感谢。有时候还破音了，这是一点不足。其次呢，就是舞台感不强，那个就是整体站位偏好，而且两人的距离太开了。在唱功上还是要努把力吧，就这样。这个结果完了，其实我都很相信的。其实觉得那个张震岳和杨浩翔他们那个其实唱的挺不错的。对。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票数就比我们少了那么一票，其他结果都还不错。其实我们还挺大的，中途你不知道我会坐上那个椅子吧？不知道，我一天都在想。我在想，可能是你站累了。真累了。还有说什么？对，就是现场的时候，我觉得你就是没有像以前那样紧张了。对，就那种台风比以前好很多，这点我还是感到很那个。很欣慰，没什么想说的。我觉得大家都很忙。虽然我们第一轮败了，但我们第二轮有可能会胜。我们让天使上。有可能而已吗？天使，你就是有翅膀呀，天使。我是天使。我们选这个
歌曲的原因就是，他很喜欢，他很喜欢，嗯，然后呢，然后呢，他就来给我们推荐，然后呢，我们觉得还不错，就是商讨一下，开始对，开始，本来我们听了一下，不是那么同意，但是呢，最后用字来求我，用字来求了你的吗？他只跟我说了一句，他说就你来嘛，然后就跟我撒了两句娇，然后就来了呀，撒了两句娇，然后用字呢，因为我跟他是老。好朋友嘛，然后呢，我就同意了。啊，我的说话，我觉得天赐这首歌有点是我的风格的，好像。然后中间有些动作就一直不记得，幸好你记。我是太忙了，不是忙，我是私下练，我不喜欢当众练。你私下都练的话，我们听听，说大声一点，反正我也听不清楚。对。身脏兮兮，我长大以后我会攒钱给你买玩具。我就是充满想象力好奇心的第一，不要发脾气，我说声对不起，我们去溜滑梯。你就是我的天使，看见你我就快乐，一二三五头人不要来耍，去学校玩游戏。我也是你的天使，看见我你就快乐，三二一造飞机，我坐机，谁叫我最爱你。有人住在里面，拿着宇宙战舰睡觉，我就会去外太空。这个不是不意外，你把钱全身脏兮兮。等我长大以后，我会赚钱给你买玩具。我就是喜欢孩子气，纯洁天真无比。如果不开心，我一定告诉你，虽然这是秘密。你就是我的天使。见你我就快乐，一二三木头人不要来闯，去学校玩游戏。我也是你的天使，
这次你们出了四个人，但是接下来我们要排除一个人就能干掉你们，一挑四哦。我们输了也没有输，对吧？怎么能这样说？好，我们赢了也没有输，反正就会输的。陈思雪，走，我要听小子。你会不会系鞋带啊？为什么会选这首歌？我要选这首歌是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它的那种声线声音和我的声音很搭配，然后呢这个调子也很适合，唱的也很舒服，然后就选了这个歌。然后在练的过程中有遇到什么困难吗？有，就是在练习的时候就是练久了的话嗓子就会很不舒服，然后我那个台风之前也反正很紧张，当时到后来的话就好很多了，我觉得。OK。关系彼此像是这另一部分的自己，本以为这完成了爱的定义，那就乖乖地守护着你，相爱变成猜忌怀疑的烂游戏，规则是憋着呼吸越靠越近，你的温柔是我唯一沉溺，你是爱我的就不怕有缝隙，在我心上用力的开枪，让一切归零在这声巨响，如果爱是说什么都不能放，我不挣扎，反正我也没差。
本轮丁程新组获得三票，黄宇航组获得两票，所以获胜的是丁程新组。哎，这个节目我们赢了，热爱还是挺高兴的，但是不是很完美。而且我们四个都很努力，就是那天曹俊文嘛。曹俊文怎么了？他你们没在当时，就是他练舞的时候一个人在那扒拉，就是那个凳子他的手机放在上面。那天不知道怎么练着练着，他的脚就突然滑了一下，这里就受伤了。没事吧？那天还是我去给他买的药。你有买吗？好吗？不是我买的，是身份工作人员。那你呢？我看他在扒的时候你在干嘛呢？我就关心他呀。总体来说呢，我们队还是很努力的，这四个人。但是，下次干嘛得？对，因为我们在。这次我唱的这首《人质》和《天使》对决，我觉得输了的原因就在于，因为《人质》这首歌感情很丰富，然后我唱歌的时候没有用很多感情，然后台风也不是。台风也不是很好，然后《人质》这首歌我声音唱的有点抖，然后气息没掌握好，然后呢，我觉得还有一个重点就在于他们人比我多一些，所以说他们才会。我们商量好了吗？商量好了，我们上次不是赢了吗？那我们就来个城市追击，然后我就跟他来一个舞蹈，他们就看你们两个舞蹈。我们必须要来个舞蹈。是吗？其实这一次选的 My House 和那个 History。本来呢，我们选的是那个 Come Baby 的。对 ，Come Baby， 但是由于我们就两个人跳，对，就跳不出那种感觉，两个人跳就太单一了，然后选了这个，然后我就先跳，其实现在没有那个 History， 先是 My House。然后后面才加上那个舞，就我们光想着就是统一动作，然后先把动作给跳齐了，然后再找灵感，然后慢慢的去把这个舞更加的去跳好它。然后在这个训练的时候呢，我们也会有很多的不齐，还有卡点也不准，而且动作幅度也不一样。有些时候我就会学，就班长会加一些小动作，我会学班长加一些小动作，但他就还是按照我的那种，就我教他的时候原封不动的做，就我感觉很对不起他。没什么，就有很多动作他也跟我妥协了很多次，就反正就是很体谅我。
次选择这个舞的理由，就是因为 OK， 就是因为我们四个，当然我们四个啊，还有周伟，他高烧，然后还带病坚持录制，高烧自己做。对，当时我们是下午录的，上午就一直生病很严重，后来稍微好一点，然后就投入到我们的工作当中，很好。然后再就是我们四个选择这个舞的理由，首先就是好笑。我说一半句你不知道吗 ？OK， 然后也就继续神游吧啊。然后就是一个是想增强我们的默契感，然后彼此的，因为这个舞有很多配合呀、交流的一些地方，所以就有交流。就是大概就是这样。我可能是有点着凉，然后早上就喉咙有点痛，然后就去公司的时候就有点发烧，然后工作人员也为我吃了药，就问我要不要回家休息。然后我当时就想，月考一个月就这么一次，然后我们辛辛苦苦的排练了这么久，也还有队友在台上就等着我，我们毕竟我们是一个队的，然后我们也排练了一个月，也排练了这么久，就是为了等这次月考，就心想怎么能不考呢，就上去了。
这一轮的话，丁程鑫组获得两票，黄宇航组三票，所以最获胜的是黄宇航组。这次呢，我们觉得我们对阵的是对笨转咆哮。首先呢，在我们身上就出了一个问题，太过于自信了。对，而且就太过于想跳起动作，就跳起动作，没有忽略了感觉。对，没有那种。对。然后就我也看了他，就跳完过后看他们节目就，其实。从镜头前面看着挺齐的，而且他们感觉也很到位，就比我们好多了。其实他们这次获胜也挺应得的，也是在他们意料之中的吧。对，我感觉就比赛的时候我们就过于太自信也不好。这次咆哮总体来说我觉得还是很不错，至少就是至少就是远对至少赢了嘛，首先赢了这是一个结果，虽然过程呢既增强了我们的默契感，又升华了我们的感情，然后又反正就是这种就是这么练舞 练多了，就是就感觉很配合那种，就感觉找到了知心的朋友。对，你们有什么想说？好像没有。其实你也还是很不错，因为你想想吧，这个舞从一开始你基本上不会，到最后能有这么还是能完整的这样跳下来，觉得还是很不错，很带劲。好，感觉自己发挥的不怎么好，就因为就当时就发烧，然后发烧烧的就脑子有点模糊，就不知道该做什么，就完全那些舞蹈动作，然后都是看着我前面的班长做完，没事，只要自己努力就好。我是唱歌。唱歌，我来跳舞，我们也唱，边唱边跳，唱歌呀。今天我们选这个舞的原因呢，是因为宅舞。对，这个宅舞的原因呢，是因为曹俊伟在 B 站上面看了这个舞之后特别的喜欢，然后他就叫我们宅舞小分队上，很痛的，对不起。然后呢，我们就答应了他，就选择了这个舞。关于我们为什么选这个歌呢？很简单。因为这个舞就是配这个歌的，对。你们练习当中有遇到什么困难问题吗？有啊，就是还是因为我们在成都，他在重庆。还有一个就是我爸反了，还好我改过来了。对，他跟我们说过了，他爸反了。然后呢，我们也是两地嘛，然后呢就是合的时间很少，只有。对，然后所以说动作那些有一点不齐，但是已经改过了。眠るってしただなかった。あそこ踏んだけてた。
张俊霖，带你上了。又是一套三。一套三哦，我们已经完成了一套四的重点。已经说了很多遍了，不用再说。别说了，好吧。好吧。这次我选 My Heart Will Go On， 就是我那部电影嘛，就是当时死了很多人，很悲伤的局面，然后我想亲自去试一试这个主题曲。
本轮丁程鑫组两票，黄宇航组三票，所以获胜的是黄宇航组。这个节目可能输的话呢，是我们应该怎么说呢？我们舞蹈的实力可能，比潘振林那个《My Heart Goes On》英语歌的那个实力可能要，偏弱一点，因为他是弹唱。然后我们已经很努力了，然后呢，这次可能会输，因为我们动作可能还有些不齐，欠缺。还有就是走位可能有一点吧。好啊，记得我走位的时候好像撞到很近。撞到我了吗？有。哦，所以说呢，这次我们会输掉。但是下次我们加油。对，加油，加油，耶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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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表演不是很好，因为觉得自己听出来了有几个地方有些小问题，然后以后会更加努力 fighting。 哦，还要补充一点，就是这次的导演就是那个心眼太坏了，为什么要让那个输的那一队淘汰一个人呢？好吧，就这样。下一个是我们组最后一个节目，是西大的，他认识我了，还有这，那好吧。看衣服都知道，不要问我。来，鼓励。这次我们选《Single Lady》这首歌的原因呢，就是想挑。想挑战自己，挑战，毕竟这首歌难度非常高。歌词加上那个伴奏的调啊这些的，都非常难找，还是节奏，而且很难进，节奏很难进。所以呢，我们就找来了帮手张真源。张真源，有自己选的那个 Single Lady 吗？是吧？就还有就是。有些地方我们找不到怎么，因为它那个伴奏它是没有一点底音的，然后我们就找不到地方进去，有一段很难的，就找不到地方进去，就是像行李。当时没什么用，怎么可能？就当时的时候就找张俊文，肯定就相信，对，相信你，就一定会忘记，不会相信你。就万无一失，肯定能赢的，肯定能赢，相信自己。在高速公路，可生活也必须在线。他只想所有事情感情 easy coming easy go， 所有围观者闪开。Yes， 西加同样的。Hey single ladies， 转身看向我这里，焕发下爱情。
盛开像我这里会发现爱情绪 Only you think of lady see tonight Let's get started, oh let's get started Oh hey single lady see, see, see 快张开你的双臂让我的你飞行 Calling all single lady seeHey single lady, s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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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e 快张开你的双臂让我带你去飞行 Only you single lady, see tonight Let's get it started, oh, let's get it started, oh, oh 没有灯光的夜色更美别躲在角落隐藏你的美就在这一秒你释放了美让音乐继续准备好起飞像我这里会发现爱情剧 Only you single lady see tonight Let's get it started Oh, let's get it started Oh, oh single lady see Oh, single lady 快张开你的双臂让我带你飞行 Oh, single lady Oh, single lady Oh, single lady Let's get it started Oh, let's get it started Oh, single lady Oh, oh这个歌呢是别人给我选的，但这样至于是谁呢？不对，但这个舞它是一部分唱一部分跳。其中我想了一下，如果我一个人观看的话，发现很傻，所以我就叫黄宇航教了我一些副歌，还有副歌前面的一些舞蹈和跳。虽然教起来，所以我还是很感谢黄宇航。虽然教他，不要得意。啊，没有。虽然教他呢，还是有一些难度的，但是是个好学生，很爱学习。对。I'm trapped. O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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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本轮丁程新组获得两票，黄宇航组获得三票，所以最终获胜的是黄宇航组。这次呢我们还是失利了，虽然吴贤这么厉害的王者，不是还是我厉害吗？是失利了，不是还是失利了啊，变成失利了吧。这一次呢说实话表现的不是很好，因为本来在训练中那个的态度不是态度的状态，在今天这个月考当中没有展现出来，而且反而是越表现越差了，有些调甚至我们都有些忘了，还有以前张玉兰帮我们找的调，而且歌词的进的地方就表演的当天忘了。就是感觉肯定能赢的，对，然后因为自己的各种因素状态就爆糖了。你有个地方接得特别好，就是那段很难进的，对，就是那个黑心的那点，对，就是，但还是因为失利了，对，但也是你让我们找到那个地方，所以首先要谢谢你。不用啦。这次失利的元素还有很多，都需要一一去改进。各种在唱功上啊，我在表现力啊这上面都需要再改进一下，进步。对，更加去提升一下自己。多流点汗。多吃点苦。继续努力。苦尽甘来。耶。下次。加油。加油。好，这一次我们跳的是 trap， 我是负责唱，他还有 OC 都是负责跳的，然后所以我觉得这种唱跳结合的话，我觉得还是总体来说还是不错，但是有些时候我觉得跳的还不好。谁呀？我。你唱的就好。这些跳舞不一样，再加强一下。其他的但是我不知道你们表现怎么样，可能只有放出来才能看的。因为之前彩排的时候我也看了一下，首先呢有几个问题是我要说一下的。你都过来说怎么这样说呢？首先有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唱跳结合非常好，然后第二个就是它增强了我们的默契感，收获了我们的情感。第三个问题，你没什么想说的，我编不出来。就是虽然结果还是不错的，但是过程都是努力的。好了，就是好。现在请大威，大家稍微休息一下，然后失败组先进行一个内部互投，决定淘汰谁，然后等待最终结果。就在即将进入密室互投环节时，突然黄宇航对这次月考的赛制提出了质疑。这个是我最开始就定下的规则，我在开始定下这个规则的时候，你们并没有提出任何的异议，请问现在怎么了？下次的月考当中我们会淘汰一个成绩最差的一个人。你们现在的态度是怎样？既然之前定下的规则，那你们就要玩得起，玩不起那下次就不要再月考了。在 TF 家族你就按照 TF 家族的规则来。我们逃。好，丁程新组现在进入小黑屋进行互投。
来，丁程星组五个人站在一起，赶紧。看你们五个人商量一下，给我一个最后的结论。那请问其他四个人，其他五个人有异议吗？那每个人都说一下吧。我就没，我们每个人都有错，不可能让一个队长来自己来承担我们的错，不简单。我跟严浩翔一样，我也是，我也是一样。他们只是队长吧，应该是有错的吧。再给你们一分钟，不要在那儿哭。拿笔写名字。所以你投的是谁？我自己。不能投自己。为什么？只能投其他队员。凭什么？爱要不要？就投我自己。不要。不要。只能投其他人。不能。我就投我自己。要也不要。不行。为什么不行啊？本来就我的错。凭什么不行？凭什么不行？本来就我错。凭什么？规则是互投。规则也可以改变。我就投自己啊。写下你要投的队员的名字，然后给这边镜头看。能写我自己吗？不能。确认好了吗？真的投不了。不能投自己。那我想一想。是永远不来还是这个月不来？下次月考。啊，那做这个有什么意义？这样你才会有动力。有动力。不然每次月考有什么意义？有啊，我们是一个 team 啊，齐心协力合作啊。不然呢？为什么要投这个票？六个人总有一个表现最差的。没有。既然没有表现最差，那你们为什么会输掉呢？
队表现最差的队员名字写在上边，然后给这个新生去看。外边门关了，谢谢。他为什么全部都哭了出去呢？是啊，我让他们投，他们不投。全部不投？是。但是他们并没有事先商量，因为我在外面一直观察他们。嗯。那你现在作为导演，你的意见是？就是你们。好了，我们的互投环节刚刚结束了。虽然丁程新组没有结果，但是之前定下的规则那就是规则，没有人可以改变。现在我们想的就是抽签决定。哦，这个对你们六个人来说是绝对公平的，抽签是 OK 的对吗？可以。好，现在丁程新，我说一下你要做的事情。你现在是队长，那么我们抽签就你来决定。我现在手中有六个人的名字，你只需要将我手上的小纸条随机的抽出一个就可以了。没事，抽到谁都没关系，抽到谁都没关系，没事，我们都不怪你。随便选一个吧，随便选，随便选，随便选一个，靠直觉。不要哭，没事没事，选到谁都不怪，都没人怪。好，现在丁程新的话已经抽好了。好，这个结果打开，请你打开小纸条。没事没事，来，我已经看到了，不要毁掉小纸条，没有用。来，拿给我。我已经看到了。是我吗？来给我啊，按照规则走。我知道你有情绪，没有用啊。好，你们现在都看一下这个小纸条上的名字。看到了吗？告诉我是谁？又是杨浩翔。再说一遍，告诉我是谁？啊，殷永志。现在淘汰的名单出来了，是你。来，你出列吧。你也知道淘汰的话即将面临什么，那么给大家说两句好吧。你现在需要跟大家说两句吗？需要跟大家告别吗？不需要是吧？好，你们六个人都出列，赶紧，六个人都出列。
六个人总有一个表现最差的。不安全充满了你疲倦的双眼，看着我也告诉我，你是否依然相信童话。你曾对我说，每颗心都寂寞，每颗心都脆弱，都渴望被触摸，但你的心永远的燃烧着，永远的不会退缩。现在淘汰的名单出来了，是你。有什么想说的？我们永远等你。但是大家都是非常努力的，都看得到。然后呢，非常就像尹永志被淘汰的尹永志，他私下虽然就像天使，他们分居在两地，然后呢那个没办法，就没有很多的时间来和这个节目，但是能跳得这么好，已经非常努力了。这次我的失误很多，被淘汰的应该是我，不应该是尹永志。所以下次努力吧。下次月考，因为是我们只有五个人，然后他们那边有六个人，所以说我们要拿出200%的努力去对抗他们。还有就是这次叶永志抽到了之后，他我觉得他非常乐观，然后呢但我们的队长非常自责，因为他抽到了永志。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一直在那儿感谢我们，我们也没对他做什么，而且他还就是我们的队长丁程鑫嘛，他就很自责。他那天晚上不但自己没有伤心，而且还安慰我们的队长。
所以说他还是挺乐观的。然后我觉得我这次不是表现得特别好，如果我表现得很全面的话，我们这次就会赢了，然后就不会淘汰人了。虽然我们审题是审题，就是没有对方那个好像有感觉一些，然后 single lady 有很多地方都没进队，而且怎么说呢，有些调都没找到，然后我有我的样呢，就是很明显就是跟我声线不搭，跟张娟声线很搭。然后呢那个宅舞天使我们赢了，天使是赢了，对宅舞呢，因为他那边潘振林也是个弹唱，对弹唱，我们这个太过单一了，光跳宅舞的话只有跳的太过单一，我们该让曹俊伟唱了。我就觉得嘛，大家其实也挺用心的。成都和重庆本来就隔得很远，而且天使也获胜了，就很荣幸的一件事。我们也要。对，但我们就再说一下single lady。就我们虽然就我们练也练了，就苦也吃了，汗也流了，泪也流了。但我们在可能当时没发挥好，对，但我们在场上的时候也没发挥好，这是为什么？就可能就是因为我们紧张，或是可能表演其他的因素，最后一个节目了，状态。对，而且还有因素就是，我们就有可能太过于自信，就太过于肯定，以为自己会胜利，就没发挥好。其实也没怪。不怪你们，就没有，就很多地方就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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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我们也有错，各有错的地方。那如果这次不行的话，我们必须下次要努力，下次要付出300%的努力，300。然后，对，我们也帮泳志赢回来。对，这次泳志也淘汰了。没事，什么叫赢？那次一用就淘汰了。他会淘汰。你会不会？他会。下下次。对，请你问。希望你。就不要气馁，对对。变得更好。没事，好好准备期末考试。首先，就我们这次节目只有天使获胜，其他节目都输了，而天使是重庆和成都的一个节目。至于我们的节目为什么没赢，我想应该是我们不够努力，或者是怎么怎么的。下个月我想的话，我要把时间更加充分的利用起来，然后每个动作我肯定会细抠，而且每个点，甚至于每一个幅度，还有我也下个月要努力，不会让贺主应之失望。会让他看到我们下一个月的精彩，还有更出乎意料的地方，让他与我们有榜样。因为首先是大家都相处了这么久了，突然少那么一个人，他真是不习惯。然后就是另一个也是因为确实他们每个人也是对自己的节目也是非常刻苦，这是可以看得出来的。然后也可以平时私下都可以经常见到，就是他们在训练，就是偶尔还有晚上自己来加练，就是觉得很刻苦。但突然这么搞一个投票，就感觉有点伤感情啊。其实我这次被抽到淘汰其实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每个人的几率都是相等的，只能怪我那天运气差。还有队长为我们的付出也是很多的，他对我们非常的负责任。那天他选中了我以后，他也伤心欲绝嘛，然后队长对我们负的责任，所以我觉得这次被淘汰并没有太大的关系。还有感谢我们的丁柔森队长。